我想和你成婚，可你现在还不是站在我面前？姓傅的，上次你打了我，我就浑身难受啊，然后我就去验了个伤，找了个律师，律师说了，像我这么严重的伤。 精神损失费加医疗费，最少也得这个数。多少？100万。没关系，我手机里啊有两段录音，这可是证据啊。喂。 你可想清楚了啊！你要不给我，这两段录音，我马上发给傅凌天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老爷子要是知道是你打的傅云深，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哎，我怕什么呀？这是你逼我干的，老爷子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个心狠手辣的人。 你的命令我哪敢违抗啊！知道我心狠手辣就行。姓傅的，你别逼我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 孙晨是不是你派去海德堡的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海德堡的马克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？是，我被你打伤了。 跟你有没有关系？算有吧。为什么？说话。我让你别回上海的。 就为了这个，我当时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已经不在公司，也不会对你构成威胁。只要你在，对我就是威胁。 哥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从来都没想和你成过，可你现在还不是。